大家好，我是老何。今天老何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是老何自己想到的。我们来做叫花鸡。那么叫花鸡要用到的材料是黄泥，黄金泥呢，加州找不到，老何所以想到一个好办法。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关注一下，订阅一下老何的频道，摁一下小铃铛，点个赞，老何非常谢谢大家，感谢。那么先把老何这次先做鸡腿，先是试验阶段，先用鸡腿来试验。如果成功的话，下次老何就做一个全鸡的叫花鸡。洗一下，把水倒掉。就是去除一下血水。那么老何在鸡的材料上就用的很简单，就是撒两勺半的盐，两勺多一点的盐。就盐，所有的材料都不用，在鸡的问题上处理，就是盐腌制一下。那么重头戏就在后面，裹鸡的叫花鸡嘛，是吧？叫花鸡原来的做法是用黄金泥把鸡裹起来。那么老何又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就是要用面粉，鸡腌好了先放一边。那么我们来把面粉和一下，和这个面粉很有讲究的，老何想了很多点子，接着往下看，看老何这个神器，全部都是香料。那么叫花鸡的特点是什么？香。叫花鸡是乞丐发明的吗？偷了人家地主家的鸡，没有锅烧，就用荷叶包黄泥，直接野外烤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做呢，条件好了，它的特色就是香嘛。那老何有更多的香料，可以让它更香。什么调料都可以放，放了调料，放了香料，差不多，再放点桂皮粉。那么这些香料老何都是要和在一个介质里面。老何准备用什么和？放黄金泥的。老何用面粉，浪费一点粮食，有点惠灵顿牛排的那个启发，老何。那么这个酒是杜松子酒，老何原先不知道，就看这个瓶子漂亮买的。我是看了笑笑的笑谈葡萄酒以后才知道，金酒也叫杜松子酒。这个酒本身也是特别的香，让它充分的和这些所有的香料，哇，融合起来。酒能够激发香料，这个是常识。倒不是很熟练，或者看。能够催化它的香味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面。
面打下面，直面，直面到最。面揉好以后，就直接拿这个机开始包。那么老何准备包两个品种，一个呢直接用面包，还有一个呢没有荷叶，老何用粽叶，正好家里要补粽子，泡了粽叶，先用粽叶包。正宗的叫花鸡是用荷叶包的，因为它是用黄泥嘛，它要隔绝那个泥土跟鸡嘛，要不然都吃土了。老何用的是面粉，面粉呢就可以用传统的这样包起来，再裹面粉，手指面粉大一点，好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像不像小时候玩泥巴？小时候可爱玩泥巴了，曾经也想过偷一只鸡来做，没胆子去试。好像差不多正好三个鸡腿的量，可以把它包裹住了。整个包裹的过程当中都是香味，杜松之酒配这个和面和起来真的是香。其实老何还是有点可惜这个酒，应该纯的杜松之酒拿来和这个面。这样子先备用，那么老何去预热一下烤箱。这个烤法呢老何也没尝试过，因为裹了面怕开裂的太厉害，我准备用低温先烤定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试一下。那么老何试了一个小时20分钟，过一会儿再来看，我不一定等全部烤完了看，中途老何会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开裂啊，或者有没有什么状况。欢迎大家订阅老何的频道。老何虽然说这个是尝试，但是也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思考，想了很久的，心里面老何一直在做园艺篇的内容，一直在做月季啊玫瑰什么的。那今天喜欢老何美食篇的观众您等到了，超过150个赞，老何下次烤全鸡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因为那个面壳有酒烧起来了，上管火力烧起来了，我得灭火。我去，烧起来了。
有酒有面，但是不要紧，可以继续烤。那你太危险了，你用上管烤的？嗯，不能用上管。那我还是得用中和。好，现在还不到半个小时时间，一看没问题，这个壳并没有碎裂，也没有水渗出来，那么接下去就用猛火最大的上管火力来攻它，因为这样子香味才能够激发出来。那么接下去再等20到30分钟，老何会看住它，当然焦了也不要紧，因为壳焦了没问题啊，我们吃的是鸡肉嘛。李克，你要吃啦？烤吧，接下去看开箱。咸味香味都进去了，特别香，鸡颜色白了一点，下次放点那个生抽或者老抽提一下色。把第二个敲开，快点，哥哥都等不及了。What was it? 外面没有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就是觉得有点烫。没有包叶子的，切开看一下。哇，好像没有包叶子更舒服哎。看看。因为它不会粘着。直接脱壳了，哇，太那个了。我们尝一下。哇，哇，有酒香味的，很浓郁的酒香味。下次烤全鸡我想到了。来近一点。到我身边来。下次烤全鸡我已经想到更好的办法，就是在色上再提升，然后再我要用那个喷火枪把那个鸡皮稍微弄一下。来，你来吃，先关，一咬就行。怎么样？我就吃一块食。哇，香啊！你们没得吃啊，泡过酒的。好不好？好嫩啊、哦！哇，弟，你再给我一块。鲜嫩多汁不柴啊。然后这个白鸡皮对你来说有点难啊，我下次把它弄得有点颜色上去。这个白鸡皮我吃不下去，我下次把它用喷火枪烤一下。那就完美了，那汁水又能锁住。第一口咬下去是不是很惊艳？对，超级惊艳。我到弟弟那里拿了一块两块，还嫌我拿多了，太哦！你看妞，多少妞？其实那皮很好吃。轻点啊，有的妈妈痛的。吃一块，吃一块啊。有，酒味太浓了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吃一块不能吃多。狗代谢不掉酒精。好了。